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今天的《Breaker Starcraft》。我就是你们最喜欢的来自美国的播报员。我这应该说第几百次说出来这一句话，但是，我们在载入这一张地图啊，这一场 RP 中的时候，你们看过那个我们两边的王者们都是宗师阶级的。好的，我根本不知道这是在哪一个服务器上，哎呀，哪一个服务器上啊？举行的一场天地的游戏，但是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甚至为那个红色的虫族的玩家，他的名字好像叫 MDMD，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属于哪一个战队。而且呢，在这边甚至为我们的蓝色的人类的玩家，他的名字叫条码人，但是后来我要把他叫条码人就好了，就好了。好像他没有什么战队，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他就有可能就是一个韩国的高手。我说韩国的高手，因为他们根本不想想出他们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战队。我也听说过，大部分的时候他们如果他们大部分的时候不要翻开他们自己的 RP，不要公布他们自己的 RP，把他们上传在。什么网站上？所以呢，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红色的虫族的玩家就上传他到drop.sc 的网站。对，那这一次 SCV 要来这边看见我们有一个罗桑的开局。对对对，这样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的虫族的玩家就是直接的放下去一个二矿，但是没有布一个孵化池，依然没有啊。但是我们得等一下再看那个孵化器啊，对，就在这边 spawning pool，人们也把它叫沟池，而且这边呢，我们也是有一个挖石场已经放下去了。不好意思大家，我刚才吃过好多墨西哥菜，所以，这样一来我还是稍微累了，对，根本太多，那个水雪花。啊，算了算了算了，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我们这边的人类的玩家，这不是一个这好像就是一个罗算的开局，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等一下再看两边要怎么接下去。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应该不太快看得见一个二矿。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保守的开局，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知道。我记得，如果一个充足的玩家，想开一个三矿的话，他们一定不要下挖石场。但是我就有一个办法想起来，他要做一个那个叫什么，洛桑的开，一个挖石的开局。我觉得他的手法就是收得住某一些那个叫什么，四神的骚扰，后来用他的非常快的。小狗来守得住不是守得住，为了控制那个地图，允许不了他对方的造出的枪兵拿走那个塞尔纳加的监视塔在这边，还有这边。好的，关于这一张地图，我有某些事情我想谈一下，但是这边的话，我会看得见，这有可能就是一个罗双街一的开局，从我们的人类玩家。那小狗就在这边，它就是等着什么骚扰的单位生出来啊。对了，那关于这一张地图的话，它那个最基本的开设好像就是跟那个自由之翼的欧哈纳天地版一样，就有一个光大的差别。那个差别就是。没有那个欧哈娜的无限制的，又跟他，好像他的大小跟欧哈娜一样了，但是我们会看得见没有他的开放，一个那个，我一看就想起来只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另外，而且这个另外就是在那个二矿和三矿中间的一个情况，那个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这边有两个入口，允许那个对方进来这边，而且对人类的那个
二郎来说，对，这些梁太单位在这边，这些梁太二郎可以轻轻松松的来到这边骚扰什么单位，但是好多小狗以及蟑螂可以来这边抓到它。好的，那这边我们一共有四台二郎之号上，就是那个经典的111的开局，哎，可能不是吗？嗯，对对，就是一个，不是那个经典的111的开局，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什么竞技场吧？对，没有，所以没有什么飞机场。这样一来，我们不要看见什么女妖，这些二郎的，这些四台二郎、六台二郎的。当做就是，杀冲台溜，而且有可能杀什么，那个根本不好的位置的工兵。嗯，像这边，对，那但是这边他那个我们的跳马人不小心的话，他可以数不少的二郎在这边啊，还好吧。我觉得那个 MD 的三小狗的办法还不错了。对，那妈妈已经回来了，这就是一个后丑。对对直接的翻译，这就是在这边，这就是说 Queen 女王。但是在中文，我知道你们都喜欢说那个叫什么后丑，但是我们的台湾朋友们真的很喜欢把他们叫。妈妈，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会招呼小狗。但这些二郎要把一只妈妈带走，所以他们还是付他们自己的价格。那这边我们已经看过那个杜宝虫草，但是对我而言，他一点不需要那个杜宝虫草来杀这些二郎。对对对，他们可以马上被带走了。哇！几只红血的二郎，他们要回家吗？这是我们世界上最哦，他原来有什么非常好的幸运，但是好像现在的话不是吧？那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生化学的界限。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首先在那个生产中看到两个军工程，哎呦，不是军工厂。两个工程展，那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们的 MD 就是等着那个正确的 timing 来把某一些杜宝虫放在那个三矿的位置。那跳马人不小心的话，他一定要数不少的工兵，他可以损失好多 SCV 太空工程车。那好，这边。来，那些杜宝虫来了，而且他们跳马人不再看着他的 SCV，他总算看到他们拿了工兵，但是他的努力不够了，他已经输了15只太空工程车。那现在的话，他的收入比那个重组的玩家太糟糕了，比重组比我们的 MD 还蛮糟糕哦。好，那。现在的话，我们会看得见，因为，那个跳马人看得出来，MD 就是不消狗，还有那个还有杜宝虫，他觉得那个刮腹鬼类是一个还不错的界限，为什么呢？他们会杀不少的普通的，哎呦，机械的工兵，但是这边的话，这个。我觉得这边的后果应该根本太糟糕了，哎呦，杜宝虫。已经连接了，那我们，而且我们这边的那个挂副傀儡还好像带走了七只毒宝虫，但是他们就是接下去杀不少的工兵，而且那个二矿的工兵已经拉回来了到那个三矿，但是这边的挂副傀儡把他们的太糟糕了，因为他们就是跟炸弹左右，那更多挂副傀儡又来了，处理那些小狗了，对。那现在的话，我不得不问，我们的人类还怎么打下去了？他的收入还是跟我们的虫族一样了，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杀到什么虫族的那个工兵。那这边的话，我觉得 MD 有看到这个空投，
要来到这个方向，而且他现在的话没有什么大光大的担心。不过有可能他根本没有注意好这个音疗亭，这个记忆着空投的动作。对，好，那空投也来了，他已经打开了他的那个 Ignite Afterburners 的能量，这就是加速第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 MD 打开他的眼睛的话，他会看见有记忆着枪兵在他的住矿里面杀着工兵，而且现在的话我们会看见跳马人就是颠掉这边的那个冲穴，我们用某一些飞龙正在加入这个兵种组合，而且呢妈妈就来救救他们，把一个布血放在他们的身上。好，但是这些枪兵的话带着两条飞龙。好的，那接下去哦，好，寡妇鬼类有在这边，他们就是配着这些枪兵，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蛮强的动作。小马人不怕他的对方已经出门了，但是这边他就是损失越来越多的工兵。那攻城战役现在受了攻击，但是这边这个交战的话对我们的人类不太好了。好，他就是不断的掉他的枪兵在这边。哎呦，而且这边的住矿里面好像有更多的枪兵。好，那现在我们的人口的差别没有那么高，人口的差距没那么高，但是现在的话这好像就成为了一个空投的打造。哎呦，不过跳马人有变化了，注意他在这边放下去了不少的那个寡妇鬼雷。对对对，看到这边他已经准备好了数那个小部队，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但是这边我觉得那个最光大的差距应该是现在的收入，因为好像我们的人类根本不知道这边有一个四矿，对，但这就是他现在的坚持，他不会看得见那个四矿。好。而且呢他就是猜测他的对方要马上来这边盖一个四矿。好，空投大招在那个住矿里面，而且呢我们这边的交换会怎么样哦，哇塞啊，还可以，这个交战就是对着我们的两边的玩家们比较平衡了。但是这些音疗厅没有办法救救那些枪兵，对了，所以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回家。但是这边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骚扰的 timing。 对，那我们也有更多的寡妇鬼类在这边，不过我们也是有枪兵陪着他们，而且好像他现在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四矿带走，而且在同时有可能他要把他自己的四矿放下去。那好，重组又来了， MD 现在的目的就是把他的四矿救救，但是他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他在这边交战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那个竹矿要快挖空了，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收入就是一个光大的问题，为了两边的玩家们。对，而且呢我们这边也是有不少的寡妇鬼类，寡妇鬼类会一大不少的不同的工兵。那我们有不是工兵，单位。好，那对了，他们的 splash damage 根本太 effective。那这边，哎呦，这个对我们的成熟根本太糟糕了，他输了太多的毒爆虫。毒爆虫也是有 splash damage， 但是，他们就是一个一次只会用
只有一次会用的一个单位。那这边我们有摸一些飞龙，好像 ，Oh no， MD 不是小心的关他们，他已经拉他的工兵啊、到那个他的，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了，看这边，但是没有用吧？那边没有什么孵化所，而且呢，我们这边只也是有一只寡妇傀儡，不过他已经用了。好，那我们也是有雷兽在这边，他们就是阿贡阿放的。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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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呼呼！哇塞哦！那好的，我们的人类依然啊，他受到什么攻击在这边，但是好像他静静的守得住了。那现在，哇塞，人类的收入还是比我们的充足的玩家，大两倍。但是这边啊，他总算抓到这个寡妇傀儡，他总算发现那边有一个这个寡妇傀儡被发现了，所以呢，某一些小狗要来带走他们，但是那个住矿里面最后一些工兵已经赶走了。那我们有某一些枪兵，他们不是杀那个金矿场上的工兵，而是杀那个挖石场上。挖石场我觉得在那个后期中比那个叫什么，就是比金矿重要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那个早期，除了早期之外，虫族不太需要那个金矿。就是因为那个毒爆虫以上的单位都是要求那个挖死。那还好吧，好像我们两边的玩家们要快把这场游戏结束哦。那这是枪兵要马上被带走了，对，好，那雷兽把他们带走了，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个两串空投在这边，三串空投在这边，有一只毒爆虫把好多枪兵带走了，而且呢，我们现在充足的玩家现在情况真的很糟糕哦，那他现在连一矿一个方矿都没有了。好，那寡妇傀儡没有蹲地了，但是没有关系，他们已经蹲地了。好，就是刚才盖了那个青矿，我们有雷兽跟这些枪兵正在连接，而且呢，好，就是这样子，我们有某一些雷兽陪着妈妈可以来补血他们，但是这边的话，哎呦，好 ，MDB 就是拼命的活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一场游戏有可能要快马上结束哦。我们就是有43个工兵，而且呢，好像他们大多就是在一个金矿场上，一个凤凰上。那我觉得如果 MD 想赢这一场的话，他需要摸一些蹲地的那个叫什么蹲地的毒爆虫。那好像我们最后一些单位要来这边试试收得住这个攻击，但是虐多根本太多了，这就是 Marauder 胖子关头。对，而且呢 MD 已经喊出了 GG， 而且我们的跳马人也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玩家，所以他就是马上回复说 GG。 好，那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我这个频道的话，你们可以按上那个 subscribe button， 这就是那个追随的牛。我要说中文来转播一场游戏，然后要说英文来转播第二个游戏，第三个，不好意思。那拜拜大家，下一次再见。